百块来给我放过去。是不是你给我放来？水果吗？这两尾来了，五百，两三尾来五百，这大条，五百块了，五百块呀，五百，现在五百块五百块了，无人来，全家拢无啊，五个人加起来五百了，四百了，三百三百，哎，五百了。小平，你有哭哭吗？小林，谢谢小林，抱过来。小平，你有哭哭吗？还三百块。爷，你看你买那几位？三位啊？还个三百块下来。我啊，全家拢无啊，三百块。三百块。最好叠三百块。好啊。大袋子吗？箱子。箱子。哎，这个细件，这个细件啊，这个细件嘞，这卖三百块嘞，你看嘞。一尾两尾嘞，三尾嘞，还这尾够送来三百块。这个细尾一束三百嘞，三百块，三百块有人买三百。我大概。安尼啦，这真正差太多啊啦，啊无安尼啦，这三尾两百了，两百块有人买不啦？这都大咖。这个细尾，这细尾啦，细尾嘞两百块啦，两百块有人买不啦？这都大咖呢。哎，两百寸这拢无诶，两百块啦，两百了两百块，两百有无？两百块有人。哎，两百块这边，这三百块两百不啊？来着。每天都有赚。才两百呢。两百哦，一百哦。哎，存进进来，六十了，六十块呀。谢谢。来喽喂。还太高兴。什么？啊，要走了，要走了。大姐啊。你要搞准备，我才贵啦，搞准备几万米啊？来来，来个，来个，好。哎，这太哥要不要吃嘞？下早外少条卖，到即马四条条了，拢卖完，有啊，搁你赢，搁你赢，搁你赢。哎呀，这个是要吃嘞？最后一只被买走了。五百了，三百，三百，太哥会啊，三百好了。三百好啊，三百你开。哎呀，三百，三百。我帮你拿就好。我会帮你弄过去，我会从那边过来。哎，从那边过来。今天在乌鲁火车站哦。我来接龙宝的。我。我。还是更像哎。这边。还是多龙花三百啊，这龙花三百啊。我三样给你啦，现在无拢无。能挂箱子，你是开车来吗？对，你要拿箱子，开箱子。你车子后面有铺东西吗？有，我有准备好了。小平，赶快去，赶快去。哎，可是你现在不在上班吗？三百一下，这几倍啊？我跟你讲，是小平，你去不要被认出来啊。这几倍八五了，这两倍开三百，现在三百块，三倍三百。姑姑早，这倍给我省了三百块了。不要去，有的哎，你不是小兵吗？三百的，四只啦，间谍，七大个呀，哦，三百的，卧底，五百三百三百的，啊，三百三百三百，四百也三百，这三百也四百，三百一百哦，三百的，三百的，那再话我都贵，我嘿，哦，买个三百现在三百块了。一张三十四张，我系三百块钱啊！三千块钱。无啊无啊无啊！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小心。好，来，不会撞到你。来，主战你比较好拿。好啦，好啦，四位沙发，三位瓦的对不对？三二二五啦。啊，二二五啊。二五。干嘛？来，我帮你补习吧。得力呀！鲍鱼这大粒的啦，这大粒的这无切的，你不要，你卖遐多大粒，这要吃的，要吃的啦。兄弟啊！你拄仔拢花三百，你有看无？兄兄弟，无看咯，无看。拄仔拢花三百，拄仔花五粒三百，一粒六十块啦。哦。哎呀，三百三百。哎，三百块呀。姑姑，你闪到腰了。拄仔好了，无啊，无会让去啦。三百呀，快过来。两百块了，两份啊嘛，我没有了。
好像没货了，就剩下这一些啊。后面啊，你果鸡准备四只无？还有鱼卵，你大只的啦，这是大只的，这一只2.2公斤哦，2.2公斤哦，来这一只这大只，这大只，哦，这大只，啊叮叮叮叮叮叮啊你哦，我另外这这2.2公斤，外面一只卖400啊，一剩一人开始四个人可以无啊，弄一只开400块，三五三百块了。一夜五了，啷个五斤嘞？你食了起八哦，起八个哦，过来啊！两包，两包块了。来啊，你讲啥？他有带了酒戒，两包块的。大只，你大只，这不是在讲，不是小只的哦，这是大只的，里面整只的果鸡。哎，够赚了，200块，回去用热就可以吃了，200块，还能包块，现在能包货。来这边来啊，不要。下包要下包哦。不像的物件，歪啦，拢歪啦。没有你挪，放桌上就好了。等一下，你拿一个大袋子，然后再加一个。你钓鱼下班有没有人钓？拿一个大袋子再装箱，这个一包1公斤的，一包一公斤回去鱼鳞都帮你处理好了。回去你有烤箱，有好汉堡烤箱，你敢打针？钓鱼下班，在超市一包在卖，包两百八百啊，一包180，1公斤的。一百八。你先放桌上，品质有保证的哦。你放桌上，然后把它放进去。我帮你放。台湾的鲷鱼下巴都是外销日本的，外销日本料理店的。漂亮，超级漂亮的，哎，200块，好，来200块。两百块一下。这个煮火锅、煮味噌汤都可以。很重哦，你等下拿小心哦，很重哦，这样很重。等下我要它被清。再一包很重。最后两个客人没有了。哎，最后一个客人200块。谢谢。你下午再去洗澡吧。对，那这边如果比较早结束的话，我就会先去回家一趟，来因为我家里是眼睛啊。红泥螺啊，来200块哎。小鸭爪，来200块小。小味增长，林味增长。能摆了，哎呀，过来了，能摆过来。哎呀，就煮那红贵啦，要冲来一点红鱼啊。小心哦，对红泥螺。小弟好吗？就是。好吃的火锅鱼，德利亚这边。我们怎么问？这人工压性的黄鱼，这个回去用怎样？用清蒸的，干煎也可以。它的肉质比黄鱼还要嫩，这个就是野生的。人家在说野生的黄鱼就是这个，这它的学名叫做闪爷啊。这个都全部杀好的，回去都不用杀了。外面这个杀好一只要多少？一只台北熊再不要两百块。一只两百，两百四百啦，这三百来的600-500块就好，养四只，只养五只来了，无啊，分不了了，这样五百好。来，弄我哩好不好？啥哩呀？弄我哩好啦。啥哩呀？五百来啦，弄我哩啦。大河虾，只养有河虾了。啊。有河虾了。没有。我。这三包现在几卡？这三包拢几只？300了。300块，谢谢干将。来，过来，格力好吗？格力好，这边。哎，我鱼烟先买一下。这有人来不？哎，300块，200了，这200块，来，200块了。大鱼烟下，这200块，来。来200了。这个200了。够我了，够下，够6块。六块就好了。在这里哦，如果后面还有就可以。来，谢谢。我要找你钱。这是第，你们自己算一下哦，那个这是第几个口罩就答对哦。
还不搞，人家贵少或者八十块啊。怎么那么久没人讲？虾仁虾仁，我那么讲虾仁回来，300块就好。300块，沙巴来了。虾仁有人买回来，300块。没有一辆没有哎、欸，因为虾米卖完了，虾仁没有。哇，还300块呀？他本他名包是钓青鱼，从宝宝长出再一年的沙巴货。好，再一份来。还300块，这大堆300块鱼不要讲，虾仁这么大一堆，300块没人要，当大货都虾仁了吧？虾仁300块，还有后面那一些，后面一些虾仁还有人要吗？来300块，沙巴货，虾仁啊，沙巴的，来这边，好不好？还300块，现在300块，沙巴货。哦，是哦。不然我们讲虾仁了吧？来300块，300块钱，300块沙巴货，后面好嘞。你走在那里。哇，鞋都皮掉了。对，所以站这边就要穿雨鞋。这就是穿雨鞋的用意。还好辛苦哦。不然那个鞋子。哎，你有广正的吗？会不会在你家一个亚秀？会不会牛广正你家亚秀？很少人啊。现在是多少人啊？怎么突然冒出这些人？帅哥，给我一个箱子好了。可以哦。等大哥来。三十下。哦。你叫牛港生哦，这个我话你也是干啊，一个人我来出三千，你取生一片啊。一分这一片200块，有这一片200块，贵在五地尔，有这一片五地尔。这整个干煎就很好吃的，大家都吃吧，又离无又起，完全都没有鱼刺。我要抬啊，这只要抬起来的，只要抬起来开2000块，卖唔少2000啊，那只要抬起来就2000啊，就1500。哎呦，我袂贵啊。很爽啊，对啊。这贵人客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个人客拢无啊，啊，就1800拢免啊，整只回去你请人抬啊，过好个啊。我讲偌济？800。700我少一个。500了，现在500了。几只拢起无人卖，来啦，对哦，赞耶，好，七个人给拢无啊，300了，好，200，牛板生，这个一条，对，一只200，哎，我们几条，还进几条出来，都出腰，都出腰，这是什么鱼啊？牛板生呐，牛板生，这一只这里头太惨了，哇，没了，没了，哎呀，人家拿走了。他在拼那个。哇，这边台二的好几号，这边台二的好几号。可以啊，你这是放好了。这是鲑鱼，这个是台二，现在一样是牛港生，牛港生一样。台二的，嗯，我台的，我台的，我台，台五台的，台五台的。台二的，我就先做定了。这样子啊。拄好有买鱼刀的，只一只手，一包的啊。拄好有买几包的，你有买几包的？你够买一包无？好啊。我400了。好啊。来。我你有买几包的鱼刀？你够一只？有买整包鱼肚的，五块几包？过去啦。啊，现在是多少人啊？我看一下，怎么突然那么多？有3000吗？这条捷线，这条有3000人吗？刚才有买鱼肚的，你有买鱼肚？哦，有3000人，难怪突然冒出那么多。啊，你没有买啊？我有买啊，400六。400。有买上来才有400。400，你突然冒出来了。没有买就450啦，450啦，多50块呀。450加啦，包也包也无啦。你拢无物件好啦，全倒顶来啊。来啦，安尼啦，为什么先来？多利鱼好无？多利鱼先来。有啦。那虾仁坑啊，这个有问过没有？来啦，你先来啦，对哦。这一颗细地，会当种起较细地啦。你200了，你拄啊，先拄啊，迄走呀。哎，只能算是这个细地，只能算4地5地啦。这个细地还是5地，现在200了，够啦，够啦，还200块啦。我已经没感觉了。够好，200块啦。这个也是啊，一次。够啦，那是有刺吗？嗯。100了。100加。
这鸡块下来，这一张都要破皮，这要两包鸡块呢，总起一个人给了来两百块，百五了，一百五了，百五，来啦，来，过来换，换完了还要追，这刷一皮呀，晒一片啊，这下来，我这五十块下来，够大了，对啦，谢谢。来过来换，换完。你啊，跟你买你买，老板用刀。我跟你讲啊，跟你讲完你买着就好去啦。我唔捌袂讲完袂对，那小弟讲完一斤，我大概200块啦。这五斤重，五斤重哦，五斤的讲完哦，就再往后一斤来，往后还一千块。这样更大。再五斤来就三一包。来来来，来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十个人加无啊？家己往底下穿啊，一包本就卖500啦。卖用今日你买几包来分哦，卖500，四啊五四百了，400块啦，十个人去尔无啊，拢无底完全拢无甲你趁钱啊，三啊五，三百了啦，拢无甲你趁钱啊，真啊，哎呀，三百。来，宝宝去，宝宝去，宝宝去。哎，还有吗？加几嘞？加几嘞？加几嘞？小尾巴。啊，你我主要提一斤，啊，你记得提一斤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啦，接下来这白包皮，白包皮这个回去干煎就很好吃了。打针了，你打针这下招袂记得切出来，袂记得切出来，没有拿出来的，这个肉质很细嫩。沙发。没关系啊，这个肉质很细嫩的。那这次来看完，下次就不会来了。干煎就很好吃了。他应该只是第一次进来看。你没有人讲改工，这个土著鱼啊，来了。好热闹。哎，这下招人花500沙发的花啊。他是偶尔进来看一下而已。买保证会早吃，他现在吃一堆哦，吃上到尾来卖你300块。好啊，无啊，哎呀，这分分落去哦。回去干煎掉哦，这规地拢清毛，无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七个人客无啊，还一百了，100块啦。来，八块。哎呀，现在100块。对啊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这个，我啊，还会问的。好，你要小心买，你买唔知啊。哎，你多利鱼啊，多利鱼现在你多拢花两块，恁看，你等于打针啊，这样，你八卦鱼呢？你八卦鱼，你比鲈鱼，比鲈鱼的肉还要嫩。这个回去干煎煮汤清蒸都可以，下次可以帮忙买了。吃四块，吃四块啦，吃五块来啦，吃五块来，现在200块，一两三四块来五块来啦，吃五块来啦，200块了啦，200块啦，哎，200了，等六片啦，200了，200块，200了，全家拢无啊，吃六片200了，100块了。不要再讲了，我刚才就是放给大家讨论一下。让他们发泄一下，再讲就要停。做人还不是百了，现在还不要收费了，现在100块了，100块，100了，不然便宜了，100块，还够100下，100块，100块，包我100块，多利鱼100块，你没人买啊？对啊。来，我这边来。不啊不啊，是要时间啊不啊。好了，对啊，三块，20块，来三块来，100块，100块，100块，来，这个200，我现在200块过不去，来200，最后一个200块，是帅师傅，过瘾，最后一个200块三只，谢谢，来过来不加1块。在里面活两个鱼啊，我这起码能固定的。啊，鱼蛋，下面吃鱼蛋的，八五条。
五条，来五百，你来。这几条，这几条是大颗尔，鱼蛋够有人来无？来，来头顶，一两三四公。还够人要吃鱼蛋无？人要三条。